5,000 走喽。这都蛮干了，你要吃可以。我要很久没有吃过一个。好，关注这个。哎呦，那个对吗？啊，可以了，够吗？够了。够了。反正就好。而且很多选择，没有啦，还是猪肉粉啊，有猪血哈，很好吃。要换啊，那边可以坐。你可以吃了。要吗？吃这个。嗯。哦，坐那边的。加这杯，好好，那这桌有位吗？你看，你要吃加一个干一个汤的话，可以可以加入。烟。鱿鱼英才汤啊，鱿鱼英才汤。那副是什么？加鱿鱼会加大。哦，英才副是。英才，鱿鱼英才的啊，他们俩。我要猪肉粉汤的一个，干的一个。干的一个，煮的。啊。干的一个，汤一个，然后干的我要加那个叉烧肉。烧肉。叉烧。叉烧。啊。香。啊。啊，干的。干的啊。啊。香香香。啊。云吞面，
你要喝什么水？甘蔗水咯。甘蔗水啊。甘蔗水。啊，哪里？没有买水龙头。甘蔗水 ，Thank you。来个两杯甘蔗水。猪肉粉汤的，猪肉粉汤的里面有猪肉、鱼丸，还有鱼饼、烧肉、叉烧。嗯，然后我另外叫一碗是干的，干的是我只是放叉烧和烧肉，因为我看到叉烧很好的，这个是叉烧烧肉面。也是猪肉汤面，然后泰国吃东西当然不少不了这些配料，还有配料有辣椒，有辣椒，辣椒粉，这个也是辣椒，那应该是花生的，他们一定有放糖的，也是有糖的，然后鱼露啊。胡椒粉啊，酱油都有，还有炼奶，而且他们还会给低素，这个才是特别，他们会有给低素的，这里也是有猪肉粥。有放糖啊，可是甘蔗本来是甜的，可是他们不知道有没有加，不知道有没有加糖。泰国人也是偏喜欢，也是一样喜欢吃甜的东西。用很多猪骨去熬一天，对啊，把那猪肉，把那片的猪肉，我没有放调味料，太油了，辣椒粉，很辣的。味道了，青辣椒，青辣椒我就要喜欢，不要不要，这里的肉片切要大大片，切要比较有口感。他这里就用云吞面筋，刚才讲米粉，他给我云吞面。你刚讲米粉没？啊，猪肉粉，可是他们可能这个是用云吞面的话，他们很多是用云吞面的面做。甘蔗水真的很甜，这是猪肉叉烧烧肉面，叉烧。他们干的没有好像我们这样放黑酱油的，我没有，习惯放黑酱油，看到黑黑还好吃。自己给自己调味，胡椒粉啊，鱼露自己调味，吃原味看有豆芽。
蛮好吃的，黏 QQ 的，而且肉蛮多。这一条因为加一点辣椒。青辣椒，还有一个，这个是虾肉啊。虾肉，这是鱼肉。虾肉，然后有胡椒粉，胡椒粉配肉，加一点面。เออไปเจ้าคนไทยแถวไอ้ที่ตอนนี้มันลูกคอมันขายเข้ามาไปอ่าๆก็เปียกอ่ะใช่ที่นี่เหรอมาสวยเหรอเออแล้วก่อนแม่แล้วก็มาย้ายกันอยู่ตรงนั้น而且你的猪肉做得很软，猪肉好吃啊，很软，吃饱了，下工作完就说才190呀，190，嗯，อะไรมะ